大家好，我是爱丽丝。今天我想给大家拍一个，就是用开架的商品来，就是画一个，就是比较完整的妆，就是可以上学用，也可以。就你觉得上学太夸张的话，你可以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去用。好，接下来就看看我是怎么画的吧。妆就画完了，就是我还蛮喜欢这个妆，就是它很方便，然后不花时间嘛。然后我觉得现在天气都蛮好的，就是这个口，对，这个入华浓的口红，我觉得它这个颜色也超衬这种天气，就是粉粉很好看。好了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